大家好，我们是 Hush， 我是主唱 Hush， 我是鼓手熊爸，我是贝手卡贝。所有野心的缺都是尖锐的缺，只是人的演变。想对天空最低的地方那条直线，就是海的最高点。所有热心的尖锐都是炽热尖锐的眼，又该是一丘可见。最低的地方的有底线，而最高的地方却愿望有一天。没有答案的疑问都暂时无解，暂时只能寄托在那语文之间。我在看 Hush 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常提到就是有关天文跟哲学这两个关键词。因为这两个词是我提出来的，其实就是会特别注意相关的东西，是把它们做一个结合。比方说从星球的旋转去看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用在人生方面，可以印证在人。对，所以他其实对我来说，在创作的时候，把它当成一个结合，然后去写一些类似的歌。所以你真的会发现，好像在人的世界里面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，这样吗？有啊，我觉得有。比方说，就是你经常生活的遇到的人，好了，就像太阳跟月亮，就是你可能每24小时都会看到他们。那有的人可能就很像金星啊、水星啊、火星，就是你可能也许几个礼拜、几个月才会碰到一次面。也有一些人就像流星一样，可能就是经过就不见了，就过客。所以就觉得就想说啊，宇宙是这样子运转，可是人的生活好像也是一样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时间只是一条直线，你有时候伸过而来，但不觉。从最低的底线到最高的顶点，寻求一个祝福的相见。在时间和空间的中间是指尖，是我爱的我在指尖。世界专辑是在1972阿凯他们那边的录音室录出来，在录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？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摩羯座，然后大马也是摩羯座，就会觉得一开始好像有一点严谨严肃，然后不苟言笑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好像一进去就是一个肃杀的气氛那样。
后来是有一首歌，因为我们有请那个新墨镜的吉他手范江来帮我们吹法国号，因为大马也有在吹小号嘛。那我记得那时候那一首歌就点燃了大马的管乐魂，因为他很兴奋，就算他没有要录，可是他也就是在一边，然后拿小号起来练习。好像从那一天开始之后的录音，每次看到大马都笑得蛮开心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作的情绪上的转变。所有这背面能力的联想，接受防卫的心在筑起一道墙，墙的张贴是爸妈暗示新的文章。哎呀，谢谢。